为大家拆蛋。咁我覺得，既然你哋關係好啦，其實你可以真係當佢係你自己媽媽咁啦，又或者你一個好朋友同佢講話，其實每一個人都需要自己嘅空間嘅，咁我相信佢都會尊重嘅。咁反而我覺得，如果你日日隱瞞住自己，焗住喺個心度，咁仲更加唔舒服，因為雖然奶奶可能難開口少少，但係佢都做過人嘅新抱啦。又或者佢都做过我哋嘅位置嘅，即係妈妈嘅位置嘅，咁我諗佢都会明白你嘅感受。咁只要你真係好真心咁样同佢讲话，其实因为日日凑小朋友都辛苦，有时都会想有返少少自己嘅空间，我相信佢会尊重嘅。